我们看《华严经》，菩萨从初发心，初现位的菩萨，到等觉51个位次，要到什么样位次的菩萨才能看到真相？宇宙真相啊，一秒钟2240兆分之1是宇宙真相，八地能看到啊，八地是51个阶级里最高的第4个阶级。你看，八地、九地、十地等觉，菩萨到顶头了，再上去呢，成佛了，成佛叫妙觉。啊，那么我们有理由相信。最上面这个5个位次，他们在长极光净土啊，八地以上就融入长极光了，妙觉是究竟圆满了啊，长极光是化身如来。不是一般法身菩萨，一般法身菩萨华严圆教初住以上41位法身大士，那叫法身菩萨啊。这50个阶级从第11个阶级起就是法身菩萨，那七性位是阿罗汉，八性位是辟支佛，九性位是全教菩萨，啊，十性心满叫成佛，是法界里面的佛。再向上提升一个位次，圆教初住，啊，初住就是破一品无明，证一分法身。啊，41品无明破了一品，证法身。啊，成为法身菩萨了。这些常识我们有，要熟。为什么呢？时时刻刻提出来关照啊。这一关照晓得假的不是真的，就放下了啊，真的就这一句佛号，哎，佛号提起来了啊，这关照帮助这个用处，这叫真修行啊。这真修行在哪里修？六根接触六尘之处是菩萨学处，在这里修 啊修什么呢？最高的修行是不起心不动念，看得清楚，听得明白，知道是假的啊，知道是不是分分秒秒啊，是2240兆分之1秒，这个频率在生灭，所以说生灭就是不生灭啊，生也好灭也好全放下啊。这一句佛号注定心里头就一句佛号，
除一句佛号之外什么也没有啊，这个成就就是决定的神啊，我们要学会了真会用功啊，十法界一真庄严都是假象啊，不要被他欺骗了，要统统放下啊，随缘妙用啊，随缘随喜功德，妙用是什么呢？不放在心上就妙了，放在心上就造业了啊，业有善恶啊，那就是造六道轮回地，善业就造三善道，恶业就造三恶道，无论是善善恶我统统是自作自受，这个要知道，不能怪别人，任何人都不想干啊，怪别人是罪加一等啊，要回光返照，统统自己做主啊，自己真正做得了主，就是说佛在当中走啊，这真做主了啊，所以说念心等念啊，皆无生忍，一切法不生不灭，真能放得下了啊，不再把它放在心上了，真心里头没有什么都没有啊，这个放下，放下妄心，妄心就是起心动念的心，分别心，执着心，这个都是妄心啊，一切虚幻都是从他生的，从起心动念分别执着所生的啊，起心动念是阿赖耶识，执着是摩那识，分别是第六意识，阿赖耶的起作用啊，这些作用全是负面的菩萨清楚啊，化身菩萨非常明了了啊，八地以上彻底放下了，这就是无生人，放下了就是无生人，命中之后彼生我情，你看这个字文字彼肯定到基础 啊必定往生极乐世界阿弥陀佛。